创建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我因为工作很忙，他后来生病要照顾他，开始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想说，那是来开一家可以帮人家白天照顾狗狗的这种幼稚园，我们都称之为小朋友，因为他们就像我们毛宝贝一样，所以他们一进来，我们其实每天都做起来，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去幼稚园，我们先那样游戏。刷牙呀，午睡呀，然后给些时间呀，然后晚上回家前还要写联络簿。我们目前总学员总数已经有到七十几个，他们会轮流来，所以一天平均就是有十二。幼儿园这个市场其实，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环境改变，那像很多双薪夫妻他们其实是忙于工作，那没有时间去生儿育女，所以对于这个毛小孩子，他们几乎都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花这个多一点的钱，然后去找这样子的可以白天代替他们去陪伴照顾他们。对兽医来讲，其实就是越来越挑战，因为我们的疾病跟过往不太一样，过往可能是传染病或是受伤，他们生命可能就终结。那我们现在就会很多慢性的疾病，然后或者是说肿瘤这一类的疾病，甚至是老年的，例如说关节炎啊，然后或者是癫痫啊，神经性的疾病，甚至是精神性的一些疾病，像老年痴呆症等等。那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成立一个这样高阶影像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些高阶影像其实就是协助我们诊断这些疾病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的成立应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们现在拥有的设备是全台湾目前专门给动物用最高阶的设备，包括 CT、PET-CT 跟 MRI 都是业界最高规格，所以我们跟外面的医院其实并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我们其实是一个合作关系。他们有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来这边，然后我们可以跟这些医师好好讨论你需要做什么检查，那我们也会给他专业的建议，然后做完检查之后，我们会把直接的诊断啊、判读等等的都会回馈给医师，跟医师做双向的沟通。腹腔镜手术主要就是透过一些很小的伤口，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内视镜进到体腔里头，然后达成我们要做的手术的目的。跟传统手术比较，就是传统手术是一个很大的伤口，那复原来讲就比较慢。第一个，伤口比较大，比较疼痛，那术后感染风险会比较高，恢复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腹腔镜手术的话，它就是微创手术，它复原会比较快，然后。可能有时候当天就可以出院，不需要住院。所谓的高端医疗都要仰赖非常多的这个精密的仪器，跟传统的治疗方式的费用上面来讲，当然都会比较高，也许会增加一个两到三倍的这个医疗费用。其实我的宠物已经尿结石开刀已经两次了，然后之前都是传统的手术方法，那传统手术都开肠破肚，其实在身体的伤害还有恢复是非常久，本来已经不忍心让他再开刀，发现微创手术才愿意说在他年纪已经十二岁的情况下，还选择用手术的方式帮他解决尿结石的问题。